欢迎希君，欢迎我们的男音世家哈。 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刘希君。 Hello，大家好，我们是蓝音一家。望春风2022这个版本，我觉得给人以暖暖的、充满希望的感动哈。但是我觉得这份感动呢，不仅体现在歌词上，还有创新性的加入了男音这部分。希君，你是不是特别喜欢这样融合的方式？ 首先我觉得很高兴能够唱望春风这首歌。望春风其实是闽南家喻户晓的一首歌曲，大家可能比较熟知的是原本它闽南语的那个版本，但是我今天演唱的这个版本呢，也是首次进行普通话填词。其中当中有两句歌词我印象很深刻，就是一程一挂牵，还有一句归期应不远。 这会让我联想到我们小时候课本上学的余光中的《乡愁》。嗯，我们非常喜欢今天这个普通话的版本，可以获得更多的这种灵感，也赋予了这首闽南语歌曲一个新的生命。我现在很好奇，望春风2022的这个版本跟原版的这个区别大吗？那我们带来一首吧。好，然后用我们男音的乐器伴奏一下啊。 特别好，男音是什么呢？男音是千年古韵，是中国现存历史最悠久的古典音乐之一。它被誉为中国音乐史上的活化石。希望更多人会关注男音，喜欢男音，让我们的男音走得更远更长。其实无论是男音还是望春风，都是闽南文化的一部分。我觉得今天的这个节目啊，很完美的将它们融合在了一起。就像是歌词里说的， 游子归家，船归岸，灯火照归帆。我想，这就是最好的新年祝福了。再一次把掌声送给各位，谢谢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，新年快乐。